成吗？哎，就这草还要除一下，你看，七月底除，八月初除过一次，七月底，7月28、29号除过一次。这个地里的草还没，还就算没有长上来，最近就这么一点点草，还要来除一下草。你看这苦苣长的，这苦菜长的。一亩地已经干结束了，有些人朋友要问了，为什么一亩地干得这么快？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草。现在我们准备下一个地里面除草，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。秋高气爽，又到了上午茶的时间。你看，上午茶吃一个瓜。上午茶时间，看我们家这个今年新嫁接的小树苗，长势非常不错。野猪咬断果，要不然的话它不会这个样子。现在又来除草，今年的第四遍除草，第四遍除草。凑体里的凑肉手你哪个都害怕你。终于除草完毕。天阴了下来，现在我们准备回家，饥肠辘辘。干活一上午，今天非常凉快，在地里面干活连一点汗都没有出。汽锅倒入新鲜的五麻油，每天一盘豇豆炒青椒，就是我们的下饭菜。冬瓜下锅爆香，今天的面系是小葱炒豆腐。加入水，今天的又是一碗手擀面。这是早上我们七点出发之前我妈和的面，醒面醒了一上午。今天继续细面条。下入面条，自己擀的面很容易烧开，很容易煮开，熟了捞了出来，今天的面条就好了。看，这咋五厘米细点儿少一点了？
你说你大的妈的听吗？你还笑呢？啊，你赶紧说这话，是给大着妈的吗？娃咋没得呢？